作者耳根，演播丸子冯宝宝，后期制作云曼。548集，一滴。王林放眼望去，此地肉眼看不到尽头，全部都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生鲜果。对于此果，王林兴趣不大。此刻天空中那带着护腕的枯骨手臂蓦然冲破禁制，直接进入这枯骨上，散出黑芒，化作浓浓的魔气，在刹那间呢便弥漫四周。王林目光阴寒，盯着那手臂，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抹，仙剑顿时在手。仙剑内的许立国立刻传出嗷嗷之声啊，他叛变计划失败后一直小心翼翼，此刻看到王林把仙剑拿出，立即打定主意，这一次一定要立功。他跟随王林多年，对于王林的性子极为了解，他暗道，只要老子立功了，这煞星就不会再想着当初的事吗？仙剑上传出阵阵剑鸣，剑本是孤傲之物，一切兵器之首，但此刻这仙剑上的剑鸣却是隐约透出一丝龌龊之意。那黑色的枯骨出现后，立即再次虚空一抓，天魔峰轻松而去。王林早有准备，双眼透出红芒，杀戮之心下，手中仙剑迅速一斩，一道剑气呼啸而出的同时啊，仙剑更是脱手而出，化作一道剑龙紧随剑气之后。仙剑在许立国的操控下，这剑龙横扫，以强悍的姿态斩在那枯骨上，与之缠斗起来。那枯骨好似根本就不在乎仙剑，在此剑临身的一刻向其抓去，但就在这枯骨碰到仙剑的一瞬间呢，那手臂好似如冰做成，抓到了烙铁一般，发出剧烈的滋滋之声。仙剑内的许立国顿时得意地大笑起来，仙剑一转之下就要从那枯骨内抽出，准备再斩一下，但就在这时，那枯骨上的护腕顿时散出浓浓的魔气，顺着枯骨直接冲入仙剑内。许立国一惊了，想要挣脱，但那枯骨却好似铁钳一般，死死地把他抓住。王林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在那护腕魔气散发的瞬间，他右手食指蓦然向前一点，口中轻吐，火魔。这一指画的并非是他体内仙气，而是这游历在天地之中的妖力，以问鼎修为催发着化魔指。王林可以把天地之力转化浓缩在这一指之内，与寂灭指的死气不同，这化魔指散发的是魔气。在这一瞬间呢，王林的右手食指好似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天地之间妖力疯狂地吸收而来，王林的指尖几乎眨眼间便出现了一点黑芒，这黑芒仿佛可以吞噬光亮，出现后四周顿时被一股魔气笼罩，一弹之下那黑芒快若闪电向着枯骨冲去，其速太快，一闪之下便落在了那枯骨上。但见一声声咔咔之响回荡，枯骨崩溃，许立国立即撤回剑身。在那枯骨碎裂崩溃的一刹那，其上的护腕蓦然间有一个符文闪烁，这符文一闪，碎裂成灰的黑色枯骨立刻扩散，好似一道波纹般弥漫方圆千丈内，形成一道黑色的光环。千丈之内啊，立刻被一股魔力禁锢住，形成一个困牢。随后那护腕之上符文再闪，这一次一阵叮咚之音从这护腕上传出，好似天籁回荡千丈之内。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，叮咚之音响起，此音比那天魔峰还要浓郁无数倍，回荡之间，王林杀戮之心保持的清醒，立刻出现了松动。王林面色阴沉，脚步向前一趟，
一步之下便来到半空，右手掐诀化作一掌拍向那护腕。在他的手掌碰到那护腕的瞬间呢，护腕之上顿时魔焰滔天，这魔焰化作一个拳头大小的黑影。此黑影头生单脚，通体漆黑，他幻化而出后嘴角露出一丝轻蔑之笑，蓦然张口厉笑。王林元神一震，但他双眼却是寒芒更浓，右手没有丝毫停顿，瞬间拍下，印在那护腕之上。在这一瞬间呢，那护腕之上的黑影再次传出一声厉笑，这一次的声音呢，比之前还要剧烈数倍。这剧烈的音波立刻形成一连串的音爆，在护腕与王林之间回荡。若仅仅这样倒还其次，真正的攻击是在元神之上。在这魔音之下，王林体内的元神立刻再次出现了飞离身体的情况，他的杀戮之心将要崩溃。那护腕上的黑影脸上露出阴森之容，再次厉笑。王林一咬舌尖，身子不退反进，右手闪电伸出抓住护腕，体内仙力顿时疯狂地涌入其内。在他仙力涌入护腕的一刹那，魔音消散，但那黑影却是一闪之下居然直接顺着王林右手钻入到他的体内，化作阵阵魔气直奔元神而去。天魔乱舞，王林右手抓着护腕，身子从半空立即落下，盘膝坐在了地面。在他的心神之中啊，体内的魔气顺着经脉流转，化作阵阵幻觉，直接撼动元神之中。王林目中幽光微闪，低头看了一眼四周种植的生仙果，他毫不犹豫地双手伸开，一挥之下，方圆千丈内所有的生仙果全部从枝干上分离，飘向半空。这些生仙果密密麻麻不下上万，好似小半个天空都被这紫红色的果子所覆盖。此刻王林元神中那阵阵魔气勾动元神，从他的体内向外飘去。王林面色阴沉，双手一合，顿时天空中的上万生仙果立刻全部碎裂，其内枝叶挤出，相互融合在一起，不断的凝练凝练再凝练。转眼间呢，上万生仙果内的枝叶相互凝练后化作了一滴，一滴如同鲜血般的红色液体。望着此滴红液，王林毫不犹豫，右手拿过扔入口中。在这液体入口的一刹那，王林全身一震，生仙果内蕴含的那种奇异感觉在这一刻无数倍的增长，好似一道道雷霆在王林的脑中炸响一般。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之下，王林的心神处于巅峰的兴奋之中，这股兴奋被他压下，化作身体的动力。那本被魔气干扰将要离体的元神在这一刻居然生生的止步。王林双目通红啊，脸上青筋鼓起，好似在忍受极大的痛楚。给我滚！王林口中传出一声低吼，这声音如同咆哮，化作奔雷轰隆隆地传遍四周。一道黑影从他右手之上被生生地逼出，只不过这黑影极不甘心呢，逼出一半时他厉笑起来，挣扎着想要再次融入王林体内。王林面色狰狞，生仙果内的奇异之力在他全身云涌，化作无法想象的动力，使得他痛苦中有着强烈的快感。痛苦被他强行压下，快感同样被他遏制。疯狂的压制与压缩之后，这两种感觉化成一股无法想象的爆发力。滚！王林猛地抬头，双手扬起，他身体内爆发出狂猛之力，那黑影立刻被生生地逼出体内。
在那黑影被逼出飞至半空的一刹那，王林双眼血红一片，他身子一动，直接冲出，一把抓住那黑影，全身的仙力爆发而出，疯狂地涌入那黑影体内。黑影惨哼一声，全身崩溃，化作细丝从王林手中指缝钻出，在十丈外再次凝形。他恶毒地盯着王林，但此刻呀，这目光被王林直接无视，他体内那生仙果之力几乎快要爆炸。在这刺激之下，王林向前一踏，左手小指毫不犹豫地向前一点，黄泉指，以问鼎修为施展黄泉指，一指黄泉引动元神意境，这一指蕴含了生死轮回，蕴含了王林此刻的全部意志。这一指在生仙果的刺激下，王林打出了巅峰，一指天地失色。这一指黄泉神通无限地接近了下品仙术，天空之中出现了大片的空间坍塌与碎裂，一指过去便是生死。那头上单脚的黑影眼中露出不敢置信之色，尖叫一声正要逃遁，但一指来临，黑影身子一顿，立即崩溃。远古战场黑塔中啊，那铠甲内传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一股强大的意志疯狂地从其内冲出，融入虚无。一指收回，千丈的魔气禁锢消散。王林右手抓住护腕，这护腕上魔气纵横，疯狂地想要挣脱，但王林的右手却是死死地握住。他喷出一口元神之气，落在那护腕的一刻，化作蜘蛛网一般的禁制把这护腕封印，顺手把护腕扔入储物袋内。王林此刻眼中仍然通红一片，生仙果的力量没有消散，一股强烈的战意在他的心中疯狂地滋生，这战意很浓，无法压制。王林右手一招，仙剑立刻从远处飞来，落在手中。徐立国呀，此刻一声也不敢吱。王林此刻的状态让他有些心颤。王林双目通红，低头看了一眼脚下大地，他刚才所吸收的生仙果只不过是这里总数量的十分之一罢了。此刻他左手在半空向下一抓，问鼎修为下大地震动，无数生仙果飞起向他涌来，近十万个生仙果被他一扫之下全部收入储物袋内。此刻王林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战意与杀心，仰天咆哮一声正要离去之时，就在这一刻，一声带着怒意的冷哼从虚无之中传出，直接落在王林心神。王林心神一震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子从半空落下，踏在地面的瞬间，他的头却是猛地抬起，眼中露出一片杀机与战意。受伤必不可免，那一声冷哼若是平常之时传来，王林心神受损定会立即瞬移而走，但此刻呀，他却是眼中露出一丝疯狂，体内的伤不但没有让王林的战意减少，反而让他更为疯狂。他一拍储物袋，大把的丹药吞入口中，脚下一踏间瞬间冲出。他虽疯狂，但神识尚在，那冷哼传来的一刻，他隐约察觉到了传出者所在方向，此刻疯狂的飞行下直奔那里而去。杀，王林此刻的心中啊，唯一的念头便是杀。当年的在化凡之时被抹去的杀性，在这生仙果的刺激下疯狂的爆发了。当年的煞星让修魔海让赵国为之心颤的煞星，从王林的体内苏醒归来。王林整个人化作一道流星，一道好似燃烧的流星直接划过长空，直奔那神识中隐约察觉的方向疯狂地飞去。
各位听友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仙逆》，作者耳根，演播丸子、冯宝宝，后期制作云马。